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 Just Reach Out 这个 channel。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买眼镜的一些经历。本来呢，我就不是想着上网买眼镜，是如果我戴的眼镜框太大太阔的话呢，就显得很奇怪的样子，也都不对我。细镜圈镜眼镜通常这个镜脚呢都会比较夹个头咯，我发觉我都是拣金属的眼镜框是多过拣胶的镜框。我不是没戴过胶的镜框，不过相对来讲少的。相熟那间眼镜铺个老板退休不做嘛，咁我冇办法都要出去找下哪一套可以买到我啱我的眼镜框。出去啲眼镜铺度一睇，哇，眼系咁，佢啲唔同嘅所謂的街坊眼鏡店啦，商場入面的眼鏡店啦，甚至乎日式的眼鏡店連鎖，就包括 Shop 啦、Jeans 啦、On Day， 學啲網民話齋係嗰個即係比較抵啲嗰啲眼鏡，多數都喺呢啲地方揀噶啦。我去埋 Outdoor 嗰度睇都係咁嘅，嗰個鏡框加鏡片好差啊嘛，佢係咁樣嘅，個價錢就包鏡片嘅，但通常個鏡片咧你都唔會要去原裝嗰個噶啦，然咧就會自自然都會想要非球面鏡片啦，因為嗰個成像個感覺上咧係會好過用球面鏡片嘅，你對眼碌對左右隔離嘅時候咧，你嗰個影像係唔會有扭曲先啊嘛，咁睇都睇得開心啲啦，戴住佢。話說早幾年我唔識死咧，就咁直接行咗大型連鎖嘅眼鏡鋪啦。咁跟住然之後咧，一輪 sales 攻勢之後，介紹埋一個 Hoyer 嘅漸進鏡片俾我喎。哇！咁我嗰陣時係真係覺得我真係好大，即係好唔習慣戴近視鏡嘅感覺。即係我由細個開始，我點解要戴眼鏡係因為遠視加弱視加散光，而不是因為近視嘛。那我就習慣了那個戴遠視鏡呢，反而這些東西呢可以即放大了啊，看得開心一點啊，大隻一點啊，樣就不是那麼喜歡呢，戴了一副鏡片之後，這些影像越縮越小 的感覺的。那我既然因為對電腦多而即係近視加深咗咁多都唔覺，喂漸進鏡片好喎，可以阻止近視加深呢件事真係好吸引啊！咁就壓咗頭噶啦，啊買咗單之後先知嚇死人。不過既然都已經即係所有嘢都係我博取噶嘛，嗰啲要咩款啊，要咩鏡啊嗰啲咁冇噶咯喎，咪俾錢咯，冇啊！咁其實嗰副漸進鏡片係真係好嘢嚟嘅，其實我都戴得好清楚，又發覺佢抗污能力好強，又唔容易花，好正。咁但係因為配嘅價錢都唔平啊，於是乎就一直將開入嗰副漸進鏡咧就當係主力鏡，咁另外嗰副就戴得比較少啲。咁但係咧，原來咁樣夾住我個頭咧，嗰啲汗啊、乜剩啊咁樣咧，一路同我嗰個鏡就水乳交融啊，咁啊變咗日子耐咗咧，其實佢都生鏽得幾犀利下，嗰啲色啊又甩埋啊，淋淋沉沉啊咁樣樣啦。咁如是者咧，呢一副眼鏡連埋我另一副 spare。嗰副咧，即係喺商場鋪頭老闆嗰度配嗰副咧，咁戴咗四年咯，咁跟住嗰個開眼鏡嗰個嘅 coating 咧，都開始磨落埋，都開始點樣戴下都會有啲頭暈嘅感覺啦。咁就一嚟啦，都知道度數唔啱噶啦；二嚟就係咯，都殘殘地啦，咁就係啦，咁就戴咗 spare 嗰副先。原來我出到去揾唔同嘅眼鏡，即係淨係想滿足自己配眼鏡嘅需要嘅事。但係而家我又唔係追求一定要漸進鏡嘅時候，我未決定啊嘛，當時都真係最平嗰副好似都要800多元喎，即係佢嗰個包鏡片個價錢咧，實加錢嘅。咁啊，哇！咁我要研究一下先喎。咁於是乎咧，就揾咗唔少嘅相關嘅資料啦。又落實地落去啲眼鏡鋪度，即係逐副眼鏡帶嚟試睇下。
啊，我去嗰啲眼鏡鋪咧，全部都係類似 soft 啊嗰啲咁嘅形式嘅鋪頭嘅，即係我都即係比較喜歡一種感覺，就係你好似喺超級市場買嘢咁樣樣啦，你試啊，你睇啦，咁啊唔會有個人走嚟喺我機入你啊，即係覺得有時佢哋啲 slogan 啊，即係唔係有個人喺你隔離講喺度 sell 啊，你都覺得。哇！乜你啲 marketing 嗰啲行銷用語，真係誇張得咁過分啊！你講呢啲都冇用噶，戴一塊面度睇下好睇唔好睇，即係夾唔夾到我嘅面型就先至最。點知除咗眼鏡款煩之外咧，其實鏡片今時今日竟然仲更加煩。哇！我真係記得咧，由細到大配眼鏡好簡單嘅，即係配啱個鏡，即係揀完煩完嗰個鏡框啱唔啱自己之後，啊、哎、我揀定咗呢副鏡框啦，咁我以後咧就翻去鋪頭咧就配翻個鏡片就得嘅啦，即係 check 個度數咁樣樣就唔想再換噶啦，除非有啲即係特別即係啱我塊面嘅鏡框咁樣啦，又或者即係 touch 咗嗰個意外啊，即係譬如。我試過㗎，我小學嗰陣時啊，放硬係咧，唔加練就斷咗，真係斷貴咗。咁呢啲冇辦法啦，你哋一定要換㗎。我做消費者，我最多都係煩嗰個款，嗰、那個鏡框個款嘅啫。點知依家市面上絕大部分嘅眼鏡鋪都係勁喺度擺曬所有嗰啲咩大廠牌嘅各種唔同功能嘅唔同鏡片啊，咩伊士路啊。開呀、啊、蔡司呀、啊、還有什麼東海、精光、總之就是不同牌子之餘還要有不同的專利又有不同的導網這個又說防藍光但防藍光又要分不知道抗 UV400 還是420還是再高一點的防藍光這樣、啊嗱，嗰個折射率嗰度咧都屬光學嗰啲嘢嘅，即係當然係中學生嗰啲 level 啦。咁我都明白，折射率越高咧，就嗰個嘅鏡片咧就越薄嘅，呢、這個可以理解到咁樣。即係數字越、那個折射率嗰個數字越大咧就越薄。咁但係咧，並唔係話折射率越高嘅眼鏡咧，就代表睇嘢越清楚嘅噃，因為佢有一個亞倍數嘅物體係影響咗呢件事嘅。咁亞倍數嘅數值如果越細嘅話咧，就代表嗰個你睇嘢會更加唔清楚，因為亞倍數越低咧，色散就越細膩，所以係唔可以為咗輕薄而忽視亞倍數呢個 factor 嘅。之就係做咗好多呢啲鏡片嘢嘅比較同研究啦，同埋又要落鋪頭去揀唔同嘅款咁樣樣嘅，咁都揀咗一大輪嘅。最緊要嗰個鏡框啊、鏡片嗰價錢明碼實價標得清楚，而唔係只係不停咁樣樣咧去煽動你去揀到佢心目中最貴、最好賺、最好抽用嗰副鏡片同鏡框。咁其實根據我呢啲考慮，上網買咧基本上就可以滿足曬我以上嘅要求，而且仲要係即係不經任何人工中介咁樣樣。咁但係你配眼鏡始終都要驗眼先知道你新嘅度數，咁你先至可以配得副啱自己戴嘅眼鏡噶嘛。同埋一開始嘅時候，我都係對於上網買眼鏡呢家嘢係有一定程度嘅疑慮嘅。咁所以經過精挑細選之下咧，就揾咗一間，我行咗佢兩次都揾到啱我款嘅。眼鏡框的機會找第三者跟我一起去那裡選眼鏡框啦，那最後成功選到眼鏡框就一切都好辦啦，那在那裡驗眼眼的，那都很驚喜的一件事就是他的驗眼儀器先進的，有少少不適應，但是呢也都一開波呢就是電腦驗眼啦，但是其實他呢就跟我再去人手驗眼的時候呢就那些呢他都問得很仔細的、不仔細那個是我，因為我其實都不知道怎樣判斷那件事清楚還是不清楚，有少少覺得哪樣好一點、
唔知啊，咁樣樣答咗好多呢啲唔知啊，咁樣覺得左右眼嘅視力咧係我自己都知道有一定差距嘅，我右眼係差過左眼嘅，咁但係就係咯，咁所以咧個視光師佢要考慮嘅嘢會比較多啲啦。佢除咗咧同我驗啱嗰個正確度數之餘咧，咁佢都有進一步問翻我，即係。即係俾翻一個 exactly 啱我現時度數嘅鏡片，我試戴住喺度睇嘢嘅時候咧，佢就問我慣唔慣咁樣樣嘅。咁佢亦都有同我 additionally 解釋咧，咁就因為我對上嗰副眼鏡咧，左眼咧係配咗100度嘅，咁就比而家我嗰個度數咧係足足多咗50度，但係右眼咧。嗰、那個度數係深過左眼好多嘅時候，同埋當然視力都弱過左眼啦，咁就會因為個度數差咧，就會咁樣配足嘅話咧，就比較容易覺得頭暈。咁於是乎咧，就同我傾翻呢個將左眼嘅度數配深少少嘅方案。咁其實我一聽都唔使理咁多嗰啲咩專業名詞噶啦，咁啊即係心領神會啦，即係左眼嘅視力係的確好過右眼，其實兩隻眼嘅視力都係麻麻地，但係我即係配眼鏡只係配度數嘅啫，咁所以就要考慮一個可以喺度數上面補足同埋輔助嘅方案咧嚟到去。抵消翻嗰個視力上嘅不足咁樣樣，咁係啊，我呢度都要講翻嗰個視光師係好細心嘅。雖然今次嗰個驗眼體驗本身我係非常之滿意嘅，我諗至少都驗咗起碼45分鐘啦。係啊，而喺呢間鋪我體驗裏邊咧，我唔會強烈感受到被推銷啦，同埋。另一方面咧，我亦都啱啱遇著剛剛啦。原來鋪頭嗰度係做緊呢個防藍光鏡片嘅一個折扣優惠嘅，咁變咗，咦好喎、啊！因為我自己都需要即係經常用電腦啦，同埋電話咁執稿啊、譯嘢啊、做 research， 咁少不免就唔係淨係對住啲紙本噶啦，即係而家好多嘢都上網揾啦，喺網上面完成啦。在網上面查資料啦，甚至乎我都有很多電子書買咗要睇噶嘛，咁所以抗藍光鏡片就非常之符合我嘅需求噶，咁唔使問啦，即係1.6嘅折射率嘅鏡片咧，就嗰個亞倍數咧，嗰個色散嗰個程度咧，亦都唔係咁差咯。咁同埋就非球面鏡片就梗係揀硬㗎啦，佢其實都係講咗兩句關於嗰個非球面鏡片嘅好處。咁我因為我之前做咗一啲功課啦，咁就知道佢講嘢就好多 point 嘅，唔會講好多廢話。咁就所以呢件事咧，就令到我決定得好快啦，同埋覺得佢哋非常之專業啦，非常之著重呢個產品對於顧客個實用性。呢、這個好好，而我習慣咗咧配新眼鏡咧，一定要配多副 spare 嘅，係啦。而我手上冇生鏽嗰個鏡框咧，已經跟咗我好多年噶啦。即係我前面有提過咧，每次喺嗰個鋪頭，即係相熟鋪頭裏邊配咧，就一定會喺呢副鏡嗰度咧再配新眼片，慣咗。我身邊呢副鏡片清清楚楚咁話俾我聽 ，titanium 嘅框係幾咁耐用同埋抗腐蝕啊，基本上唔怕人類嘅汗水。所以 spare 眼鏡呢度咧，我都係向住 titanium 嘅角度去出發嘅。一開初我係懶得再去揀一副唔同嘅鏡框，就算喺我啱啱新配眼鏡嘅呢一間咧，我都冇一個自信可以再揀到一副出嚟。但是在機緣巧合之下，我瀏覽我經常去越南的那個跨境購物網站的時候，讓我發現了一副 titanium 框的眼鏡，個外形非常之漂亮，再加上他自己說是想以一個合理的價錢，令到人家在沒有負擔的情況之下去選一副適合心水的手工眼鏡框。哇，我看到這個
眼鏡鋪嘅品牌 story 之後咧，直頭係好中意啦。咁於是乎咧就開始細心咁樣去考慮翻嗰個鏡框款咧，有邊一副會比較適合我。咁始終我之前都有實地去過唔同嘅眼鏡鋪去試鏡框啊嘛，同埋經過今次成功喺實體鋪揀到一副新款嘅眼鏡框之後咧，咁對於乜嘢眼鏡框係比較接近適合自己嗰對眼咧，係有一update 嘅概念咁樣樣嘅。咁呢個咧都有利於面揀一個眼鏡框嘅時候咧，就有更加大嘅把握咁樣咯。總之我望住佢有一副銀色嘅框咧，我就心諗：咦，我好似咁耐以嚟都未戴過銀色框，咁我要去試一試一個銀色框喺我面上面係點樣。咁又一樣啦，又係去唔同嘅實體店嗰度試。咁其實我初初咧都冇話一定要喺嗰個 online store 度買嘅，因為如果我再出鋪頭嗰度揀到一副真係差唔多款又～有個顏色係同佢一樣係銀色嘅話咧，咁我諗我真係唔排除價錢啱嘅話，我都會去嗰度配買嘅。咁但係又冇喎，一係咧就係都係銀色，但係嗰個框咧就個款咧係擺喺我塊面度爭啲；一係咧就嗰個形狀咧就有啲類似嘅模喺嗰間網店度見到嘅係。差不多，但是呢那個框的顏色呢就不是即是我博中了那個顏色這樣，黑色鏡框我就不是很想戴咯，老老實實，即是不是很有金屬感啊，是啊。同埋咧，今次喺網上面揀嘅呢副眼鏡咧，我除咗太金屬呢度俾個驚喜我咧，即係因為係咯，我對太金屬有太過良好嘅印象，咁但係事實亦都係佢係一個非常之耐用嘅材質嘛。咁另一方面咧，佢呢間跌破眼鏡佢個個啲設計咧係。出面多數眼鏡鋪都見唔到㗎，即係譬如六角形邊框咧，我之前試過好多間有六角形邊框嘅眼鏡咧，佢大框起上嚟咧，就喺我嘅塊面度咧就會顯得好累贅啦，好似個傻婆咁樣樣啦，根本完全唔係我杯茶嚟嘅喎。咁但係佢咧嘅六角形邊框咧就竟然係一個小框啦，咁我就覺得好驚喜嘅。不過咧係啦，咁當時我就冇揀到呢個六角形邊框嘅，反而咧就揀咗一副佢嗰個形狀有少少reference to 我生咗手嗰副眼鏡框嘅，係啦，就小佢叫做小妥方圓啊嘛，係啦。咁同埋佢最令我驚訝嘅地方就係、是，哇！佢成件事係 made in Taiwan 喎，因為佢話佢手工手做嘅眼鏡嘛，咁所以佢有自設工場啊，咁去做嗰個眼鏡框啊，佢同埋佢嗰度寫住話訂製咧，佢係即係每落一次單，佢就會個鏡片都係重新起個塊俾你咁樣樣。我覺得呢個真係好誠意滿滿咁樣樣，即係同埋即係根據我之前睇翻嚟嘅資料咧，一個即落訂單先至去即刻做俾你個鏡片咧，由去到你手上到你真係用到歪曬嗰個年限咧，係會更加長啲嘅。就我唔係話配完之後冇幾耐攞得翻係唔好，只不過係感覺上嗰個鏡片會比較新鮮啲啦，嗰、那個 durability 咧會即係你想象到又會提高啲咁樣咯，係啦，咁所以就哇正喎呢度，我覺得係好 like 呢樣嘢，同埋因為佢係台灣嗰度嘅台幣對翻時係好抵。好抵買嘅，真係抵買。咁所以我都好不猶豫咁樣樣咧，即係落訂去買呢一副眼鏡，因為我本身已經第一副新配嘅眼鏡個度數嗰方面冇問題嘅啦嘛。用翻同樣嘅 data， 同樣嘅 prescription 去配翻呢個啱我度數嘅鏡片，冇問題啊。
況且呢個跌破眼鏡個店家佢提供嘅自家品牌鏡片係 Made in Taiwan 嘅 1.61 非球面鏡片喎、哦。咁佢都有寫明佢係一個免費升級抗藍光嘅鏡片，話都好啊。唔同牌子嘅鏡片又可能有唔同嘅物料去製造，咁試下都好好、啊、喎。而且佢係 Made in Taiwan 嘅手做眼鏡喎、啊。網上面或者連登仔亦都各有爭議，話呢個手做眼鏡嘅價值同埋工藝係比一般嘅眼鏡仲要高。咁我自己就冇研究啦，不過我記得咧，我手上面嗰副舊鏡框，意大利 Beta Titanium 框好似都係 handmade 嘅喎。既然 Google 上面啲實體幫襯過佢眼鏡鋪嘅人嘅評價都咁高，咁我都可以放心嘅。同埋我最估唔到咧，佢訂做咧係要三個工作天啊！佢竟然喺第三個工作天當晚就已經寄出咗我，佢幫我整好咗嘅眼鏡啊！呢個真係令我好驚喜。跟住隔日我就收到呢、這個再有呢副眼鏡個快遞盒，我滿懷住興奮同期待嘅心情，去非常之謹慎咁樣打開呢個盒。慢慢咁樣去開箱，慢慢咁去欣賞呢副眼鏡，唔介意同我一齊睇下啊嘛～